这边是13次 PP 之前啊，有了2次准备通过。我是高莫列车长的122年，终于在这边拍到2次。3月15号，松山站8:16，拍摄是21次台北发车站换到铁路网，看往台北的。Hello， 这是观光专列哦，迪士尼彩绘。耶、yeah ，我的迪士尼梦想要彩绘。哦，很多观光站列，6节141单念头，141单念头加6节迪士尼梦想号彩绘的，哟，很多观光站列，哎，删了，是的，有了13次，其实发在江山香港评论 PP 之前啊，对，删了是的哟，感谢支持。那就麻烦了。